今年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的消息不断，但在关注发展的同时，有人也开始发出了警告。We're now facing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an Oppenheimer moment. 这意思是 AI 是继原子弹之后又一个人类创造出来但无法控制它在战场上如何使用的东西。真的吗？我们真的要面临新一轮奥本海默时刻了吗？今天 AI 在战场上的应用变成什么样了呢？我调取出了美国国防部签订的和 AI 相关的合同，并对其中的项目内容进行分类，发现在2022年合同签订的主要内容有明显的变化，从以测试评估和任务规划为主变成了更多的计划建议与决策预测。这意味着什么？这次我试着进入 AI 战场调查。红外探测和雷达从战场上检测到了新动态，迅速回传到了指挥室的 AI 平台。 AI 会直接提供最有效的打击路径，而指挥官只需要点击确认。这就是今天的 AI 战场。这让美军指挥官忍不住对媒体炫耀一波，因为有梅文计划，他能签署的打击目标数量从一小时30个变成了80个。等等，什么是梅文计划？系统告诉我，梅文计划是美国国防部为加速 AI 的军事应用所设立的重点项目，但是这个项目的进展并不顺利，早期测试里数据并不可靠，图像质量也差，在老旧军用硬件上还运行缓慢。但今天这些问题似乎都解决了，怎么做到的？检索战场信息，我留意到了这个项目最大的作战测试部队——美国第18空降军。他们被称为美国应急部队，曾担任美军撤离阿富汗的首尾工作，专门快速部署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包括乌克兰的边境。俄乌冲突爆发前，在距离波兰与乌克兰边境90公里的热舒夫机场，迎来了一波特殊的乘客——美国第18空降军。虽然他们只能在边境部署，但是他们一直以来对接的 AI 公司可不受限制。俄乌冲突爆发后，一直与美国第18空降军对接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就由首席执行官带着员工们徒步越过了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边界。他们穿越边界的目的是到乌克兰去开设办事处。此后越来越多为美国国防部提供技术支持的 AI 公司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就这样，扣动扳机的选择逐渐交到 AI 手上。我很好奇，到底是谁促成了这样的转变？拉出来美国国防部关于 AI 的相关信息，我发现美军 AI 应用在2022年转向决策预测似乎有迹可循。在2022年2月成立了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由国防部副部长亲自牵头推进。负责 AI 作战测试的第18空降军也在2022年2月公开表示， AI 的自主性将在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等等，怎么都是2022年2月？重新捋一遍。2022年2月1日，美国国防部成立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2月7日，第18空降军抵达乌克兰边境。2月8日，第18空降军时任司令公开表示要相信 AI 的决策。而2月的前两天，目前为美军提供大语言模型服务的 AI 公司拿到了美国国防部2.5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在这期间，美国还不断刺激俄罗斯，放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消息，还给乌克兰提供了价值上亿的军援。直到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在冲突爆发前，刺激紧张局势，部署 AI 后场，巧合吗？还是有人在冲突爆发前就打好战场练 AI 的算盘。当扣动扳机的手是 AI， 是企业，是无边界追求领先的欲望，为一盘醋包一盘饺子，是不是也不稀奇？只是现在醋越来越多，而饺子还重要吗？